是台湾环岛极限挑战协会，我是洪教练，谢谢大家今天一起要来挑战这个两日双塔。明天早上10点，这里出发到元旦24小时双塔，也是在这里出发。今天天气很好哦，应该是顺风。等一下我们就尽量往桃园第一站那个永安渔港那边吃饭。沿路就是你强的人就跟强的人在一起，弱的人我们会保护你。弱的人骑不动就先上车，先上车，先上车，我们追赶到第一集团这样子。哦，希望这两天我们都平平安安、快快乐乐、健健康康，一起来完成这个梦想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我们自我介绍一下，来。来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自我介绍一下哈。来，分两排，女生一排，男生一排。我们玩一个游戏哈。来，对面，